层。这个鱼超好吃的，怎么这样抓呢？怎么有点呛？要这样抓？大家好，我是兔家，兔家今天在台东的嘉鲁兰，你们看这里有很多庄子艺术，很适合拍照的一个地方，因为是有海有山，还有很多艺术。看海之后，我给你们一个建议，去吃原住民的美食，因为是这个海的味道。我现在肚子很饿，我去吃美食。现在我们到了大陆安很特别的一个餐厅，这里也有我们风味菜，你们看这里有什么吗？烤的很多菜根，烤牛肉，还有海鲜。这里有鸡蛋豆腐，下面有什么吗？鱼蛋，哇哦，我之前没有吃过鱼蛋。还有这里，我觉得最特别的是，这个是超级重的。等一下，这个是我自己打开，我很好吃。可是我先开始这个牛肉，因为是你们知道，土耳其人超喜欢烤牛，还有很多烤的菜。我先开，超好吃，超级好吃的，上面有一个酱吗？比较酸酸的，好像 barbecue 酱那种的，超级好吃。原住民真的跟土耳其人一样，很会烤肉的，他们知道烤肉怎么好吃。我超爱这个，我超喜欢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怎么打开，这样吗？我在土耳其看到是这个。哇哦，你们看里面有什么？超级大的一个，哇哦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鱼。超级好吃，还有里面有刺葱，可是怎么说，烤得很厉害嘛，所以现在它的肉好像软汤。很好吃，超级好吃的。这个真的不一样，这个鱼超好吃的，应该是这个盐巴的方法的关系。真的好像一个软汤，吃得非常好。旁边是海边，这边有新鲜的海鲜，你们一边看海边一边吃海鲜，哇，很好的一个成语。这个是凤凰墨的古轩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项链，等一下我做完之后我戴我的项链，蛮好看的，你们看。现在我开始画，你们看我手工做的项链好了，我一边老师聊天一边做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可爱。这个是一个太阳的图案，我自己画的，用这个画的，我觉得很漂亮。你们也在台东市区的话，赶快来这里，这里有很多手工做的 DIY 的工作室，你们喜欢的可以做这个，我觉得蛮漂亮的，手工做的。来体验稻草芋头，这个是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是这个是你们看，稻米。
看我的鱼虫完成了，我来这里 DIY 这个，我穿这个妹妹，所以我在这里写了比较，它快健康的意思是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我们现在到了卢卡斯部落，我们这里会体验时间跟美食，我们在这里会吃东西。你好，雪琳，我是兔子，从土耳其来的。我来的目的是认识你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地，感谢主灵，感谢主灵。这样中间，之后这个是放下面。OK。石头再标在上面。OK。OK。这个刀是拿的要丢生命，因为他会教你这个刀除了打猎之外，你还要带房子啊，做什么做什么都是这个。我的刀啊！你怎么这样抓呢？怎么练练枪要这样抓？这样吗？这样的不会不会受伤？不会啦，流肠子流出来才是说才是。你的猪在哪？我的猪是现在操作了，第一个是试试看的，第二个是杀的。猪家成功，大概成功20%，还是15%成功。很特别，我们等了一个小时，可是真的闻起来很好吃。我们现在看看里面怎么样，我很好奇。烤的关系真的很香。很好吃。还有在这里有泡水，你们知道我超爱泡水吗？他们自己做的，很新鲜的，好吃。很烫，可是真的超级好吃。土耳其人特别喜欢烤的东西嘛，这里的东西都是很好吃，还有他们的泡菜也超新鲜的，我超喜欢。今天我跟老师体验卢卡斯的这个特别的美食，我超喜欢。今天我们去了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几个地方，我超喜欢台东的景点。我现在以它原路，这里是原住民文化的 design 的一个饭店，你们也赶快来台东部落市场玩转，你们看台东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订阅 Best of Taiwan， 还有你们可以分享这个影片吗？拜托分享，我很喜欢你们，我很喜欢台湾老台东。拜拜。